十几年没下水了，没想到动作还是那么快。他骗了你们，手术本来定在下个星期，捐赠者都定好了，他怕我们担心，骗了所有人。我刚刚才知道，错过这一次了，就要重新排。 到底是我做的不够好，还是我运气不够好？你长这么大，一直有你爸保护着你，你觉得你运气还不够好吗？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情况还比较稳定，您不用太担心了。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，他需要好好休息。哎，儿子，你现在进去看看，我再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。嗯。 如果大家伙知道，前世界冠军，见义勇为，把自己折腾进了医院，全国的泳迷会笑掉大牙的。爸，对不起啊，儿子，我不是个好榜样。 记得你小的时候，不爱说谎，就喜欢一个人哭。长大了以后，爱钻牛角尖儿，遇到点挫折吧，就怀疑自己。我知道，这随我。 到了整理人生的时候，而你还小啊，选择的机会会很多，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了，以后的路啊。 自己走吧。
你是陪练，不是教练，麻了，我一起练着。我总结一下上午的训练情况啊。回队。 更高、更快、更强，市队、省队、国家队，你们会发现，身边的队友、对手越来越少，但是真正属于50米池的人，从未离开。全国冠军赛倒计时还有67天，你们觉得你们能有好吗？能。 红头文件拆坏了，可没人赔，手别哆嗦啊！吓死我了！ 宣布个事儿啊！宣布关于广东籍选手张若晨档案的归属通知问题。贵校张若晨选手在去年的反兴奋剂抽调中被列入了疑似名单，后被遣返原籍广东乐海队继续训练。说重点啊！现经国家游泳总局和游泳协会的详细调查，排除了张若晨。好，继续。啊， 怎么样，值得高兴吗？这下大白了！庆祝！一二三！一二三！一二三！教练，还写了什么？你刚没把信念完，这是关于档案的事儿，你刚没提档案。自己看吧。 这意思是，只要这次比赛能友好，我就又能回国家队了，是吗？国家队队员，这本身是一种荣誉。既然是荣誉，只要你配得上它，就永远是你的。如果你习惯被选择，你就会失去这份荣誉。若晨。 这一次，你可以自己选。